拦网练习开始。是。再高一点。走。Go。有没有看到？有啊，跳那么高哎！把你身体交给我吧。是，神经病。当我走。这东西有什么好玩的？先生，你是用胆在解决事情吗？你干嘛帮我打？今天要保护队友。你真的想过自己会受伤吗？反正现在不能上场比赛，没差。我很重，没差。你还要去练排球？该不会真的想从叛逆少年变成热血排少吧？越打越有意思。照我平常教你的那样，邱子轩，我喜欢你。工程师认真的，不要管我。眼神交流。因为你跟你哥喜欢上同一个女生吧？要是情侣也是那个女的。在座小男生，我们有没有血缘关系？有可能喜欢男生吗？其他的重点在于血缘本身啊，不分男女。你不是交女朋友了吗？给我时间让我想清楚。想清楚什么？我跟你我们之间的事，接受还是拒绝？